九日，邓福如在台北举办新专辑《天空岛》签唱会。为宣传出新意，他突发奇想，帅气地骑着四轮的沙滩机车进场，身边更跟着半裸的肌肉猛男充当护花使者。本是一件令人艳羡的幸福美事，但阿福却连到招架不住，害羞的不敢乱动。有哎、欸，有一点不敢看他们，为什么？有一点闲思。健康的那个。有啦，但是不常看到猛男吧，会有一点不好意思。所以猛男是有菜吗？我想应该不一定是。你喜欢男生比较精实一点吗？精壮一点的？我比较希望他可以花多一点的时间在其他的部分，例如是就是内涵啊，或者是音乐啊。将要在九月举办演唱会，自嘲手脚不协调的邓福如透露，正在将琴补拙，加紧赶练舞技。虽然心态积极备战中，不过恐怕也逃脱不了被近日的风波困扰。此前阿福的新歌《Me and You》已发行，即被控抄袭，网友点名副歌旋律神似外国歌手 Ranjit 的《I Just Wanna Love You》，让音乐人谢和弦也加入炮火，在网上斥责作曲人抄袭。对此，阿福淡定地以时间力撇抄袭疑云。因为其实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是2009年，那这首歌的作品在我进公司之前其实就已经做好了，就已经放在 Street Voice 上面。然后那一位大家在讨论的国外的原创是在我进公司之后才发表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时间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解释。